依個導航咧就 set 咗咧，就去緊香洲嘅。好啦，我差唔多去到目的地啦。東南亞主題餐廳喎。呢度就是情侣路了。青春珠海，呢度真的叫做樱花园的，但我又见不到有樱花。是个沙滩嚟嘅喎，嗰边就系渔女啦。快过面走啦！睇唔睇到啊？过桥啊！直行，然后300米直行。明庭公园嚟嘅哟。走右车线，300米后直行。30号啦，行呢条桥就过珠海大剧院嗰边嘅。嗱，日月背啊！在日月背下面呢度叫做华发海运城。全部都是澳门的手信啦，礼记啊，澳门特产，10月初5。官也媽媽，醉香月，蒲記手信啊！哎呀，依家唔好食嘅。好啦，我約咗阿 Ivan 啊，佢應該拍緊車嚟嘅，啱冇見到佢。係喎，我日月背。是啊，你留到夜晚黑。有味乜嘢？呢度走出去嘅喎。揸車。哇！跑到去啦，已經。而家离开日月背，啊，去紧拱北啊！所有车线都可通行。哇，夜晚黑原来咁靓啊！瞓咗一晚，而家咧就出车。咁啊，去呢個拱北，然後過澳門，係幾分鐘，拱北口岸嘛。
又嚟到拱北呢個商場啦，好耐冇嚟過啦。今次由九門揸車揸嚟，一陣間過關去澳門。拱北呢個商場真係超多嘢食，多到點咧？食咩好呢？金月茶記啦，乜嘢都有得食。叫做茶記，其實係有點心食。口岸商場咧，越嚟越多鋪頭，即係咩都有得食。疫情前咧，我都有試過嚟依度咧打車去斗門嘅。咁啊，疫情啊幾年冇啦。咁跟住過咗疫情之後咧，我又多數係港珠澳啦，所以都好耐冇嚟依度啦。我都係老弱病殘人及學童，老人可以依度喎，搞笑！頭先過依條路，公安唔俾我過嘅，你咁年青，我攞證俾佢睇，我六四年，60歲，卒之就過咗啦。